谢谢，非常拜托，谢谢。顶着大太阳，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率队陪李梅珍到柴山进行辅选，队伍中戴遮阳帽、穿小可爱女幕僚，身材姣好。原来她是李梅珍随行秘书梁玉玲。我爸爸自己本身是里长啦，所以就是。因为爸爸的关系，所以就是加入了美恩姐的团队。梁玉玲是李长伯女儿，李梅珍从小看着长大，担任随行秘书，身高172公分，母羊座，年仅25岁，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运动休闲管理系毕业。本来对政治有兴趣吗？当然是没有啊，是因为跟梅珍姐从小就有认识的关系，就觉得她跟电视上的那些政治人物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觉得李梅珍是非典型政治人物，又愿意给年轻人机会。梁玉玲说话风格豪爽大方，外形更是神似胡瓜女儿小珍，相似度75%。连我出国旅游都还有人说，哎，是小珍吗？哎，不是呢。同样打美女幕僚牌的还有陈绮麦。陈绮麦跑行程，旁边留着利落短发正妹在幕僚团队中超吸睛。她是黄彩玲，苏巧慧幕僚借将陈绮麦新媒体小组，31岁，身高158公分，天秤座，台大新研所毕业。黄彩玲外形亮眼，跟艺人夏雨乔相似度70%。大家之前不都说她是暖男吗？就是我觉得那个暖里面其实有带一点调皮，比如说有时候去扫街过程当中看到那种小婴儿啊，她就会突然就戳一下人家的脚底。前新闻主播长期主跑政治立法院，跟陈绮麦自然不陌生。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除了拼政见，也 PK 幕僚颜值分数。记者邓明、王淑红 S 小组高雄岛。